上书文的平日平日所以进行他的两座的开心这已经开花，这叫做上书啊。这点到新书之外，会当带到生死超过轮回。所以甘愿伫遮啊拜两座为师，而真正做伊的温度，真正伫遮是有难度，超过生死阶段轮回。所以选择经念书，这点到真正生死阶段之外。阿难，咱嘛选择经念书啊呢？咱嘛得得到真正生死解脱的方法，所以才讲今仔日说爱真修行，感觉意思，愿为一世，甘愿真正脱离咱的身躯，爱真正好好啊过修，心存度量，过修咱的度量，二呢，真正变化着咱的度心，二真正做咱的度量，所以才来讲雕饰。分害，会知影家庭，严格等等，时候拢唔敢去哦，害害去。虽然文字是安尼写，但是呢，若讲呢，影响伫咱的身躯，影响伫咱时候学做的过程，其实足恰当，足恰当。那这段的当然呢，是咱。我喊你个人的感受，啊，甲咱做一个报告。当然，重点也就是引入伫咱修行学道的过程中。因为若讲要听道理，咱大家听几十年来，大家已经听足济。重点来讲，要如何真正启示伫咱的内心当中，而真正生出伫咱自性中的智慧，那安尼？在咱修行学道的过程、自然当中，咱会感觉自由自在、无忧无愁，都予咱得到，会愈欢喜。修行学道愈修，会愈欢喜，走出来，会愈喜悦。所以这些过程呢，也就是讲，无论任何的真理，无论任何的经法，无论任何的道理，重点就是爱个人同咱的智慧。启示到咱的心性，那安尼对咱修行法道，甲真正受益匪浅。那无呢？听归听，一日听啊，一日放落去，毋是甚物人讲书包讲啊，阿难讲。其实重点是在咱家己，会晓体会到会晓体会，要甲深入，甲毋甲深入，重点差安尼尔。讲迄是基础，所以老夫在讲，老讲道理，老听道理。无可贵，就爱真正、熬真正、实践的，有深入一面，才有可贵。啊，所以这是伫遮呢，好吧？今仔日伫即站呢，甲咱做一个感受、心得、即个感受报告。啊，伫即个当中呢，咱这边呢会来，才有留口。啊，请咱即个代表可以大家做一个健康。如果哪位留位呢？这边主办的会使先请到，咱到哪边主办的？要大家先做报告，啊，大家咧，大家咧见下咧，吼。啊无，无咯。啊无就爱叫。叫超车呢？安尼，咱今日大家有主观的无？无爱要停车吗？好无？哈哈哈哈哈！啊无咱，啊无是今日咱咱两个在自比吼。啊，讲咱伫咱做这本书，拄好有等来，还有这个机会，啊，无请伊去甲咱自比好不好啊？